以佛理禅风法道自然的教义，活水书会希望传承书法教育。活水书会属师门型书会，承袭淡如书会顿着正派、平稳直朴、气度恢宏的精神，并延续一德书会以佛理禅风法道自然的教义，培养学员学习书法的兴趣，传承永续书法教育。所谓活水，亦指流动之水，虽之为水，亦有其不同之水色及样貌，也会借由外力造成水的波动，产生不同的水花或涟漪。书会之名源自朱熹《观书有感诗》：“半亩方塘已渐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？唯有源头活水来。”苏东坡的《即将煎茶诗》开头两句也说到：“活水还需活水烹，至灵调时即吸清。”这一次在中正纪念堂展出会员作品70余件，其中包含篆、隶、行、楷、草各体，内容多为唐诗、宋词、经典佳句、励志名言。社会借由2年1次的联展，希望能够让学员提升自我的书艺素养，激励学员不断努力学习和创作，充实自己的内涵，增加自己的多元兴趣，让展览作品推陈出新，精彩纷呈，引人入胜，带给社会大众沉浸书艺墨香。时方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。